Hello，好，也许接着，那辞职是，等一下拿笔记一下。刚才是 P1，那目前是 P2。好，P2 也是20114到8。那我刚才练习到第六框线设定跨栏之中，看一下，然后是前一则案例，比如说框线设定在哪里？那假设我现在先把这个地方。这个框线已经设定了，那我要假设我现在希望有颜色，一般而言都是黑白的。那假设我要知道颜色的位置啊，那接下来再用常用框线，其他框线，好，设定它颜色，等一下这个预览在这边。颜色的话，先选择里面的，里面有颜，里面有假设要虚线，好，点那个虚线，等一下，点虚线的颜色。那因为我现在在练习。它呈现一个，红色啊，比较清楚。等一下，它呈现红色。等一下，点它一下，点它一下。啊，记得点它一下，呈现红色才会呈现。这是外框，要粗一点。假设这外框点它一下，然后再粗一点，再点一下外框即可。OK，那变色了。如果觉得不喜欢这个颜色，那就点一下这个，内线这个区块。等一下，重点，接着虚线，然后点那些，把颜色变成蓝色，然后再点一下，点它一下，OK，那就这样，好，确定，看一下整体的感觉，OK，那要修改的话，再一样就按照原路径，再点进去即可，记得要先选取范围。好，那假设我现在呢，比如说原稿这边有一个虚线，应该怎么设定？很简单的概念，看一下，先合并，合并在哪里？在常用，就是在字形旁边一个对齐的方式，这边有一个，这个符号了解一下，这边有个没有？跨栏之中也是可以。那目前我没有用到跨栏之中，因为我现在目前是要一个斜线，等一下判别一下斜线这个方向，好，看一下，先选取这样的范围。然后呢，看一下，它目前有虚线，我先框之中好，等一下框之中，好，第一个，然后接着再到常用字形，好，就是它旁边的区块，这边一样，最底下其他框线，好，这个很重要，其他框线点那一下，然后呢，找一下，比如说我现在呈现是这样，那我要。导斜线来一个这边，好也是可以，或者这边也可以。那我现在假设我要这边就好了，那这边的话取掉怎么办？点它一下即可。好，呈现这样。然后呢，颜色要变的话也是一样可以做个变化。假设我要它是绿色好了，那点它一下，这些绿色，等一下，点太快，点掉，点这边，OK，确定。那变色再点进去即可。好。里面的虚线也是可以的，假设我要这样好了，好，呈现这样，那觉得太粗，做修改，按照原路径点进去，其他光线，然后呢，再比如说我要黑色就好了，黑色，然后要细一点，点这边，再点这边，好，即可，确定，好，呈现这样，OK，很简单的概念。那这边的话，比如说这边是收支嘛，要收入，跨栏之中，那这边支出也是一样，就。然后这边落打没关系，等一下打，框之中，OK，然后再打支出即可。好，很简单的概念，看一下原稿，就刚才打的。好，进行测试即可，看一下，那换行，这边有一个换行，看一下，换行怎么打？看一下，假设呢，老师的范例是收支月份，好，来测试一下，时间应该够，比如说。快速点两下，然后打，等一下，收，是，对，这，然后换行，下一行是月份，ALT，Enter，搭配一下，好，好，有没有跑到前面去？看一下，第八，ALT，Enter，来解一下它的一个指令，换行，收支，这个是月份，OK，好，Enter。好，呈现这样，
那这边放大一下，等一下百分百。这个行，那假设这样，点错应该点这边。好，再收回这边好了。针对这个区块，等一下，比如说，好，快速点两下。那希望它能够先对齐这么做，点它一下，然后让它对齐方式再朝这个区块对齐。好，向左边，然后再快速点两下，然后点一下空白键，点个大概几个，很简单，要搭配空白键，然后再 Enter。好，再用百分百，好，了解一下，现在这样的画面即可。好，再 Ctrl， 再缩小是这样，放大是这样。好，这个斜线的一个运用方法，了解一下。好，点它一下，然后呢，再常用字型。上面这个框线最底下其他框线这边有很多可以设定，然后这个预览搭配框线还有格式还有这个样式线条色彩，好，进行设定即可，很简单。 OK， 百分百呈现就这样。预览的话看一下呈现这样，那我版面设定应该是横的，那之后会练习的，比如说方向横向。 OK， 再来看一下预览，好，呈现这样，啊，这边再拉取即可，很简单。OK， 好，那完成之后呢，就呈现这样。好，很简单的一个练习题。那鱼饵这边也是一样合并，呈现这样。OK， 稍微字数这边重打就可以。那这边的话就置中对齐。OK， 好，我再缩小看一下。鱼饵，呈现这样。OK。好，医生，记得换行的话是 ALT 加 Enter， 呈现就这样，这个 OK。 好，医生，很简单的概念，记得实物操作。好，必须2010 4-8折的练习。